王啊，有啥物话做你说父王啊？气受天王，如今你来电，我全部无当关键，大灾太远去啊！到底困醒天王，我怪今日你言，西瓜太子回天下子这种啊，是吗？天王啊！哎呀，天啊！好妹，你莫想过来，虽条一碰江山，乃是知音。你个声名，声名东国公，文武双全，战场经验丰富，各国钦定。我虽条真可以知音一名，如今。你最多要堕落还乡，回转台湾，徛旗最多。万一我方大国建基初始，征兵而来，我你要如何呢？哎呀，天王，有所不知，你这个贪心虽然是对，我家里一定会来讲一门武相传。天心天性，保你的江山。天王啊，我母子是剑神之官，花香剑神制作，剑神一去不回。不如天王当殿下旨，我母子先官回邓太原，却说日后他当国公，他不见得官。万岁！一日天子天朝，我哩哩的跟老弟一条花条命子啊！可有此事？莫非今日爱接这句话去答应皇娘？放心，莫非今日到就做得到？既然你主政情，也是万岁，这礼言是我配的。回转台湾，家庭制作，如今前有四六回乡应用，为谁家事？Thank you.
最舒服。花到底是怎么有酒感的？就请来来来，美酒来功夫功夫，我先功夫，因我一时真功夫哦。该讲的你就爱讲，不该讲的你就不好乱乱讲的。